红果104个，打真空。新晒的剥皮鱼干很新鲜，有剥离肉的，1包1斤。咸的直接就洗一洗，然后煎来配粥就可以，很香。这个海参汤，海参瘦肉汤。好吃，妹妹，你送我们的花。放哪个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敏，今天就是送我女儿过来学校了，星期天下午这个时间。他一般坐校车的话是1:30过来，所以我们自己送的话就比较迟一点。东西太多了，我老公帮他拿上去。爸爸，本来让他自己过来的，跟他老爸，他说不要，要我们一起过来。爸爸，回家了。爷爷，准备第几个面？啊啊嘿，露面没啊？空空啊，问他这个是谁，他说是我自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现在不会了，说普通话他听不懂。这个是谁？爷爷。这个在这里假装睡觉。笑死我。你也先下车啊。好，我先下去。好，我先下去。我不是。好多不回了，他老爸回家了，他要来邻居家。看一下这个家伙。他这个怎么能弄出来？他自己打开盖子，然后自己弄蒸出来的啊。没，然后那一个盖子呢？自己把里面这一层纸也撕出来，然后就要挤牙膏，要刷牙了。妈，咸咸当水了，咸嘛啊，咸嘛，咸鸡个去咸鸡面，好鸡面。拿一颗芝麻糖，跟他放那个牙膏，不能老是不拿。盖子在这里啊，那拿放在里面。这个家伙什么都会拿的，这个家伙。我们家现在这个弟弟是越来越调皮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要弟弟是不要弟弟。大家，人家都有弟弟的，人家不想要你这个调皮弟弟的。对，我不喜欢这个。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，他自己在做，然后我们如果要插手或者要阻止，他就不给我们阻止的，反正就是会哭或者会闹的，现在有情绪的。有脾气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很调皮呀、啊。嗯，像刚才过去邻居家一样的，然后不回来了，我们几个人抬回来了，然后还直接坐在地下哭了，不理他了，后面就停了。然后顺势在我们地下哭，然后爸爸就拿一个蜡烛来砸弟弟。哎呀，现在动不动就拿一点东西来给我帮他拆，拆完他就可以吃了。跟我说他要拿一点水来喝水，然后就可以吃这个。现在是很聪明的，啥都懂的。刚刚拿我的牙膏不还给我。摸，摸叫，哎呀，哎呀，摸叫。现在不给他吃了，因为马上要冲牛奶给他，要睡觉了，中午没有睡。妈也摸，摸你去摸啊。摸你去摸啊，睡觉了不能吃了，好吧？你先去刷牙，刷完牙我们就进去了，快点。刷那个新的就不新的，刷还是你那个牙膏就可以，不要放妈妈那个妈妈擦，妈妈用的。嗯、啊，你去刷，不理他，现在动不动就来点脾气。
越来越不听话了，看看。姐姐要去刷牙，姐姐去抽气哈。姐姐。你俩抽气啊？他老是说他也要刷牙。好。啊，我来去哦。不要弄了，买了一个监控器，放在这里。有时候我们下去，他在这里睡觉，我才不用老是跑上来楼上看他。哦，木桥。现在来冲奶给他喝了。妈妈从你给他加的营养哈。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，40分了。现在下午没有睡觉，然后晚上课就可以早一点睡，让他早点睡觉。他说他要睡觉了，衣服都还没有换呢，还要上去。你也换衣服，然后就可以睡了。就等你了。起来喽！快点，把那个拉链拉好，拉链。关吧。好。